好啊，唔免搁再食药啊咯。有当时轻松一下去外头佚佗咧，对心情我那会当有较好的影响。第一在大哥在路站等就开始了，连续四天在世贸中心的举行，头一天吸引差不多7万人入场。有啥物好看呢？今麦就做过来看卖。各间单位差不多拢去到满满，差不多甲日本有关的单位人气拢正旺，因为日币拢贬值，去日本佚佗会当省袂少。伊有往这个酷航东京自由行五折，价钱排甲正万块。其他日本的行程平均会当省3000外块。另外隔壁韩国，韩国酷航五折限量是9999块。据还会推出首尔6888、琉球6888跟东京9888，但是每一天呢都限量只有100席哦。这个价钱大约是以市价的65折左右。看准了春节的长假，旅行社推出的澳洲的行程，南海旅行社法国8天55900，凤凰是推出的邮轮买一送一，澳洲第二个人半价的好康。这一波的这个优惠活动呢，也有 cover 到过年黄金档期期间所以我们希望呢，在成长的部分能够到1到2成的一个人数成长。另外，国内方面，台中福阳饭店加丽宝乐园合作，除了乐园星光票99块，带2天1暝包门票4000块有通走。北投金门泉大地酒店1800铺的泡汤馆6到699。圣诞节跟跨年，我们大概是将近90%，还有10%的住房率是有空间的。大家拢有优惠，但是消费者要下手之前就要加问规定啊，做好规划才袂买到行程才来后悔。民视新闻综合报道。现在业者已经发现讲，咱现在少年人其实咧是真敢开钱。